我这位朋友患上了神经萎缩症，行走有困难，而且左手僵硬。过去六年看了不同的医生，都只能坐在轮椅上。用了真爱宝理疗仪之后呢，大家看看他的结果。等一下，以前你是怎么样？这些手指都不会动，不会动，僵硬的。OK OK， 现在去了之后，至少说，你看我的拇指能够动，不会压进去，以前压不进去的。哦，压不进去的。OK， 这些手指压不进去，不能够弯，只能够直直。OK， 哦，所以它不能够弯，现在能够了。我是这样吹，我吹这些穴道啊，这些关节的地方，我吹这样吹。对对对，我这样吹。好，我跟着这边吹，那我吹这边，哦，我现在也是要吹着这一块，跟这边，让我能够转。OK， 好。以前我这个不能够手不能够这样转。OK， 现在可以好点了。点点。OK， 好。500step 啊 ，OK， 你看你可以动了哦。